Hello，润，今天是29号，再过4天就12月3日了。然后是你的生日，虽然因为那天要去喝喜酒，所以呢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庆生或度过。但是呢，我觉得那个祝贺影片是不能少的。然后今年真的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你跟嫂子一起出游去。然后再来是希望有机会呢，也能够在一起出去玩。然后最后是这16年来呢，谢谢有你的陪伴，真的很高兴。如果没有你的鼓励，我不知道我现在会变成怎么样吼。虽然平常会说啊孽缘孽缘，但是没有这段缘分，对啊，真的是缘分，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。好啦，不再弄嘛。总而言之，看到你现在事业有新的发展，也是替你很开心，很开心。而且第一次录影片给你，虽然有一直吃螺丝，但是真的很开心。然后对我的梦想呢，我会继续加油努力。圣诞节跟跨年，今年都刚好都有接档活动，我分得刚刚也很开心。也希望我明年一定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，对，因为我会加油的。那谢谢你，也希望你一直为我的梦想努力哦，我们一起努力加油。我不知道在说什么，真的第一次录影片给你，怎么会那么紧张呢？好了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拜，记得许愿哦。